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对，蛮有趣。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。对，这个我告诉你，今天花美男啊，就是我们的幌子。其实我们为所有的女性来谋福利。哎，对，谋福利。第一季的时候也要用这个导入。对，导入，他先把导出，先导出。先导出。对，先把你的脏东西先导出。导出来。然后到第二季就是他所谓的精华液，它叫 H Lock， 你可以换头，剃头发，不是，这是嘎头皮的，嘎头皮的，嘎头皮是，对，你看按摩嘎头皮，促进头，对，促进头发的生长，这能嘎，好算了，这个其实是活血作用，对，然后呢，这个呢，这个比较头比较小的，这个呢就是细纹，细纹，对，细纹跟眼尾这些小范围的这些，哇，对，你最近没用嘛，我最近对，这个也会讲话，哇哦，所以这套可以换头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最后一个这个头呢，这是嘎你的那个。 蝴蝶袖啊，从嘎子，就是大牌，我不能讲，因为他们幕后都有带。那我就不知道。他们有，我送你一台。所以他们用了以后，就是自己。但是你那个胶会用完呢？对，所以你就要再补啊，再买啊。哦。对，就机器你买了就固定了，可是胶要去。对对。台湾买得到。有毒还是什么？就是侵入性的，但是这个是另外一种，就是它电波很强，就是让你直接。 导入打进去，像我们通常，就我们打擦保养品是这样按摩嘛，其实你要按好几百次，你要按得很细致，那这个等于说取代，等于说你手抖动了几千万只，把这个保养品打进去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去弄那些有的没的，对不对？因为。